你也别怨你爹啊！你说小闺女死在日本人手里，这大姑爷呢给日本人干事儿，搁谁谁能愿意呀、啊？是不？这庆生不是给日本人干事儿，他是给中国人干事儿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咱不说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啊！娘就问你一句，你爹让你干的那事儿，你到底能不能做？啥事儿啊？离开庆生啊？那你说，要是有人让你离开我爹？ 你能干吗？你这孩子，那能一样吗？你爹他又不是汉奸，庆生也不是汉奸。那你说，你到底能不能做？那你还不如让我去死呢！哎呀妈呀，你说这咋一窝都跟犟驴似的呢？男的也犟，女的也犟。别着急，主啊，要想想办法。 二愣兄弟，怎么着？连我都不认识了？哟，姐夫回来了呀！一下子把真没看出来。姐夫，快请，快请！滚！你们先留在这儿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动。是。哥，你要真不想认这个孩子，你就让猪和宝俩人走远远的，再也不许他们进这个家门。这不就行了吗？行了，这事儿别商量了。去，把翠翠叫来。哎，翠翠，翠翠。 三叔，翠翠，哎，爹，你把宝儿看好了啊！谁也不能把他领走了，就是他亲爹亲娘也不行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小猪，宝，爹，回来干什么来了？爹。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去把宝给接回来了？不当汉奸了，回清风岭了。爹，要是这事儿，你就别再说了。咱们啊，谈不拢的。我今天是来接秀珠和宝回家的，还不动手等什么？哎，爹，你这……哎哎哎，爹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你不能这样！关起来！哎，走，小猪，宝，小猪。国家大事，我不懂，可是我知道，庆生。 是天底下难找的好男人，能嫁给他，是我这辈子的福气。我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行了，你说了，娘知道啊，你这闺女就是性子绵，啥事儿都得顺着男人。这不是我出嫁的时候你教我的吗？ 娘教你的，那他要是当了汉奸，你也顺着他呀？他不是汉奸，那他要是呢？他不是。爹啊，这庆生看不见宝儿，肯定得着急。你就让我带着宝儿回去吧。他不着急。咋了？嗯，他来了。啊？猪啊，你听爹的，劝劝他，告诉他别给日本人干了。 你不是说他对你和宝儿好吗？他要对你们好，就让他回清风岭来，啊！我和你娘养着你们。那他要是不答应呢？他得答应。老三，哥，带着猪过去。走走，去吧，去啊！好好说，好好劝劝他，去吧。 小猪真劝不动庆生，你真把他们给拆散了？拆了。你给我静住！静静，来，门开开。哎，小猪，庆生，小猪，庆生，哪儿了？哎，宝儿呢？宝儿让我爹找人看着呢。哎呀，坐坐坐坐。小猪。 你瞧，你爹办的这事儿。庆生啊，这县长咱不干了，咱回来吧，啊！你知道什么呀？我这会儿就是不干了，那北村能放过我吗？你以为这小小的清风岭等得住北村？我们俩死了也就死了，可宝呢？啊，你想让宝跟你爹一块殉葬啊？不行，马上离开这儿，马上离开。我出来的时候。
算不知道，这时间太久了，他会找我的。更别说我们一家了，清风岭都保不住。那咋走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来的时候啊，我还带了一个牌。为了对你爹表示善意，我没让他们进来。可你爹呢，跟我来这么一说。哎，只要想办法让我出去，咱们一家出了山，他们就会保护我们回城的。我爹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都把话给说绝了，那就没招了。你动动脑子，你真没用。我能有啥招啊？哎，王先生，嫂子，哎呀，我们家那头老倔驴又犯上倔了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小周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要回去晚了，让这北村知道了。我这命肯定就没了，那咱就不回去了啊，咱就回清风岭过日子，不管这日子再咋苦，我都乐意跟着你。闭嘴！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这中国都要亡了，这小小清风岭能挡得住鬼子？小朱，其实啊，我不是为我自己着想，我是为这清风岭着想。你想想啊，哎，我要是不在清风岭，这北村啊，可能还不把清风岭怎么样。我要是在这儿，那清风岭能保得住吗？那咋办呢？原来是这样啊。嫂子，那你的态度呢？我呀，先生，我也不赞成金生当这个县长，可现在这孩子他是铁了心的要当啊。秀珠啊，死死活活是离不开他，可能因为这事儿把人家家搅黄了。不光因为这个，那还因为啥呀？嫂子，一个人的他的选择，归根到底啊，是由于他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历史观所决定的，别人是无法代替他选择的。王先生，这都火上房了，你说点我能懂的。其实我说的道理啊，你早就懂了。啥道理啊？还有一点啊，有句话，叫不可理喻，你懂不懂？不懂。用俗话说啊，就叫油盐不进。哎呀，你早说油盐不进吧。是啊，你看他有些人有些时候啊，就世上所有的道理对他是不起作用的。哎呀，对，这你应该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嫁他的时候就知道。那谁都不要去劝他了，让他去啊。嫂子，你要想帮你女儿的话，就自己想办法。我自己想办法。嗯，不，王先生啊，办法我倒是有，我就怕我要那么做了，我不会是汉奸吧？不是，嫂子，你是一个母亲，有些事情呢，它比战争更重要，啊，比如说母性、夫妻之爱，还有家。看看，当初啊，当家的把你领回来，说你是军师，还真是军师。你说的这太过分，我也不去了。只有你娘能帮他们了。哎呀，我娘能有啥办法啊？哎呀，只要她想帮咱们，总会有办法。小周，你这么跟你娘说。娘，救救我和庆生吧！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，快起来，让爹看见，快点啊！娘，我死也不跟庆生分开，要是爹硬逼我，我就只能死在你面前了。你说啥话呢？这是，这个庆生也是的，不当这个县长他能死啊？娘，庆生说了他不干了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那你怕啥呀？走，跟爹说。娘，但是庆生他不愿意待在这儿。为啥呀？娘，你知道庆生是在城里长大的，这乡下的日子他过不惯。再说了，他害怕，他要是不干了，日本人肯定不能放过他。他要是在这儿待着，再把日本人给引来啥的，啊，不干了，也不回清风岭。那你们打算上哪儿啊？青生说，带着我和宝回关里老家去。好啊你。你现在胆儿大了是吧？
连你娘你都敢骗是不是？娘，我还不知道庆生，我让他干这个县长，他能死？娘，你要是不救我们俩，朱家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娘，娘帮你。娘，谁让你是我闺女呢？来，兄长，来，坐，快坐，你是且啊！来来来，把酒倒上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，哎，倒上，倒上，快！我说庆生啊，来，这个爹给你压压惊，也给你赔个罪。可是爹是为你好，对对对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爹这是用心良苦，我先干为敬。爹，好。这点敬酒你还真喝呀？开玩笑的。来，哎呀，跟你姐夫一块儿啊，喝喝酒，吃吃饭，快点上上去啊！柱儿，你一个女人家的，走走走，哎，走，陪娘上大屋吃去。来，那你陪爹多喝两杯啊。好，把酒倒了。哎，慢慢吃着啊。吃吃吃吃。来。永清啊，敬你姐夫一杯啊！他还当汉奸不？你看，连你兄弟都明白这个道理。你放心，你姐夫不干了啊！哎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！来来来，爹，我敬你。来，大家，哎呦，婶儿，姐，这是上哪儿啊？啊，带孩子上山逛逛去，啊、楼倒去了，哎，过去玩啊！哎，好。庆生啊，别怪爹耽误你的前程啊！啊，以后你就会明白，爹是为了救你啊。人活在世上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当汉奸卖国贼。你看那岳飞，千古流传；你再看那秦桧，哪朝哪代的人不骂他？爹没让你当岳飞，可是你总不能当秦桧吧？嗯，是是是，爹说的是，爹是为我好，我再敬你一杯。这对了，你看来。好，好，来，珠儿，这个事儿别管，你赶快回城啊！那娘，那我走了啊。珠儿，你这么一走，怕是娘也跟你见不着面了。有几句话，娘得嘱咐嘱咐你啊，你听着，娘这回放你们全家一条生路，是可怜你和宝儿，知不知道？回去跟秦生说，他要再往这条路上出溜，怕是你亲娘也救不了你了。这么一走，真的别再回来了。爸爸，跟着他回老家。爸，我记住了，娘，你也多保重。不敢担心，走吧，慢着点啊，宝儿再见啊。来，爹，那个有件事儿我给忘了。啥事儿？那个我来的时候啊，我还带了一个排的兵。咋的？要跟你爹来硬了？我哪敢啊！我是怕这路上不太平。你看，我留下了得让兵回去吧。我去趟山口，让他马上回去。阿娘，哎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！哎，啥事啊？珠儿和宝儿呢？宝困了，珠搂着他在屋睡觉呢。秦生，你自己去。哎，宝儿陪着他。好，哎，不不不。二叔在这待着，我一个人就行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们睡吧。二叔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走，我走。走。哎呀，你站着，等我。我已经把小叔和宝儿给放了。啥？他们是一家人，不能因为这个把他们一家给拆散了。谢了娘。二叔，我都跟秀叔商量好了，你回去我就把这县长辞了，带着秀叔和宝儿回老家去。秦生啊，你得答应娘，好好的对秀叔和宝儿。
你就放心吧。宝儿，换宝儿的爹吧。宝儿，你们快走啊，快点，快走啊。走了。爹。爹。爹。陈庆生。陈庆生跑了。什么？陈庆生跑了，姐和宝根本就不在屋里。你娘真糊涂，你娘！你快看看，他骗你，他还当他爹了，快走。大叔，庆生啊，哎，这回我放你走，但是你别忘了你说的话，你回去敢继续干，给他们当汉奸，别让我们赵家人知道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我是个女人，我管我自己的家，咋的？他陈庆生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就不能把他家给搅黄了？你再说一遍，哎，再说一遍，你干啥？你打我是吧？打打，你今天打不死我，你就不是这老娘。哎呀，我说你这老婆子，你糊涂！你不光害了庆生，你把珠儿都给害了你。你干啥玩意儿啊？叔叔大爷，我赵天龙没能耐，没管好自己的姑爷，我没脸再当清风岭的头了。你们再选个人吧。天龙啊，你打算把秀珠和她男人怎么办呢？从今往后，我没这闺女，我更没这姑爷。我只有我那外孙子宝儿，那是我们赵家的骨血。老哥几个，他这也算是大义灭亲了。这赵家门的掌门还得他干。我们老哥几个都支持你，你就接着干吧。对，你就接着干吧。叔叔大爷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就接着干。得，大伙儿都散了吧。二叔，我说过支持你，我说话算话。你答应我的事儿也得说话算话。二叔放心吧。庆生回去这几天，小鬼子那边没动静，看来他没卖咱们。别提他。
出来了，看哪儿？快看，看，看，这什么？先生，这就是化石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这是一条鱼啊，你看这鱼刺，一根一根的，真神奇啊！是啊，你不知道大自然啊，都会给我们些什么呀？这啥呀？这是，老三，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你看，这是一块鱼化石。鱼化石啊！你看它是不是一条鱼？哎，真是条鱼！那谁画上去的？这不是画上去的啊，这个呀、是远古的时候啊自然形成的。那个时候啊，这儿啊是一片海，这只鱼呢就在这儿自由的游。这个突然呢火山爆发了，这个火山灰啊一下子把它们就压在了里面，经过上亿年的演变啊，就成了化石。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老三，这可不是一般普通的石头啊，它价值连城啊！值老了钱了是吧？老值钱了是吧？嘿，老值钱，收起来。嘿，值老了钱。钱赢，压坤的十个坤出来，坤赢。谁压钱？谁压坤？我压钱，赵钱啊啊啊！一边去，哎，给钱这坤啊，埋定你头，埋定你头。欠你们钱的人吗？我现在不是没有吗？你等我找我出来，我把那无价之宝卖了，我多给你们钱。不行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那宝贝呢？谁拿我宝贝了？在这里。我的。好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，你别跑，别跑，别跑。我的。我的，老乡，这个是你的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我呀，你管我从哪弄的？你懂？不太懂，好奇。老二，我刚才看你打这拳，打得真厉害。好啊，就学了点皮毛。你说这要打起仗来管用不？管用啊。那你就交去保装队呗。你拿这个出来卖钱？嗯。有人买吗？老多人买了。他们买这个干什么？镇宅呀。你是哪里人？清风岭的。哎，你问这干啥呀？就是那块中国地。那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兄弟，小日本的啊，把咱全东北都给占了，为啥他就进不了清风岭呢？为啥？老镇宅了，辟邪。这回信了。要是保装队都学会了打这个拳啊，就是来了三五个鬼子和汉奸，那咱不用动枪就把他收拾了。你要卖多少钱？卖别人呢，咋也得25大洋。你呢？收市的买卖了，20。你看，
15。好，别说15。我说错了，18大赢18。说15就15，要不然。15。哎呀，15大赢啊。你啥玩意儿？满洲票我不收啊。不要，我们清风岭啊不认这个。可是你花钱都是在清风岭外面花呀。我肯定不能拿这回去，拿这回让我哥知道，不把我脑浆子都打出来。就不要不要，大洋15。好，你跟我来。王先生，那个，王先生，这是我二兄弟王二，我见过了。啊，好，老哥，你们家老三呢？老三要干啥了？他把王先生一块化石偷走了。就你们挖的石头，他偷那干啥呀？那不是一般的石头，那是化石。出去，走，没钱在这赌什么呀？赌什么？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你以为大爷我没钱了？你把钱都输光了，你还赌什么呀？我跟你，因为大爷我没钱了。你看这纹路，啊，得编上号。好。啊。是王爷。啊，范哥，老三回来了。啊，你大爷弄的。我呢，给你找了条发财的门路，保证你立马发财。发什么财？你堆着一屋的破石头，那也没啥用，对吧？往后呢，就这样，你呢负责挖石头，我呢负责给他拿到城里卖了，完了咱俩5/5，行吗？你是不是拿了我的石头？你看。你这么大眼，你偷了我的化石？你咱俩5/5吗？你啊！你偷了我的化石，你卖哪了？你真的！先生，先生，快说！你把化石卖哪去了？先生，化石，先生，你把化石卖哪了？我再也不打了，再不打了！愚昧，真是愚昧。奇怪，怎么还会有人买这些石头呢？怎么了？你这个话倒是提醒我了。兴许就在我们身边啊，就有我的同行。打我哪儿去了你？我一见着我这就打哪儿去了你？你都不会好好说话，你说什么说？我就别拦我！你别过来！你是不是又赌去了？你赌了？谁赌了？没赌！你是不是又跑出赌去了？谁赌？是不是又跑出？没赌！我再赌，你再给我塞瓦斯还不行？没赌！这两天咋活的你啊？你咋活的你？我不是在咱清岭憋得难受吗？这好几天了，我出去溜溜不行啊？溜什么溜？没钱你溜什么？你没钱你溜什么？我不是把王先生的石头卖了两块吗？王先生石头真让你拿了？你不争气的东西啊！你别争气了，不争气的东西。来，救命！走！哎，别打！你自己最没好，你兄弟，你干啥呀？咱俩再说了，不是一块破石头吗？我告诉你，再拿王先生石头，揍死你！我不敢了，不敢了！你借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了。滚！以后没事给我练拳，别到处乱跑。啥玩意儿？不就是个破石头吗？破石头在咱们眼里是破石头，在王先生眼里不是，你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老实点。杨哥不跟你说了吗？以后跟他练拳去。行了，我没事就出去乱跑。我请勿，我让你请勿。饿了呀，那待会回家娘就给你做饭吃啊。
玉桥啊，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们找什么了吧？嗯，来，慢点。我们很有可能啊，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巨大的生物圈。老大，我来打点扫打。这应该就是了吧？我下去看看。站住！别开枪！松手！别开枪！我们是好人。好人？我们都听见了，你们是日本人。我们是好的日本人。别开枪！站住！我到。你们这个玩意儿不是。我快，先生，那怎么了？走去看看。哎，快，就这俩鬼子！别打了，快点，走！走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老板出来了，老板说，我们逮着了两个奸细。我们不是奸细。我们是来找花子的，找花子的。日本人没错，会说日本话。老二同学别了，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进行。等等，北村，这不是北村吗？哎呀，北村，真的是你啊，王思凯，王先生。你真的在这儿？我就猜到你在这儿，我真的找到你了。你认识他们？哎呀，老大，我太认识他了，他是我的同行啊，他不是奸细。放了他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他不是奸细啊！啊，我用我的生命担保，他不可能是奸细，他是我的同行。来，走，那谁嘛？那谁？你认识他呀？认识。啊？咋认识的？那个说，我那石头卖的汤，你听听，你看他就是喜欢这个石头，跟我一样，他不是奸细，就为这个石头而来的。对，不是。对，我就是从他们兄弟手上买到石头，他听说是金风林，我想这儿一定还有那样的石头，我就来了。你不是奸细，他一定是奸细。让他拿着日本话骂我们呢？不是，他是我的学生，他叫森田，他是好的日本人。拿出去毙了！不行，老板，你不能这样做，我也不能让你这么做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有什么理由吗？因为他是日本人。哦，是日本人就要杀呀？怎么着？日本人跑到这儿来了，他不是奸细是什么？哎呀，老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不是奸细，我跟他共事多年，我还不了解他吗？啊？再说了，你有什么证明他是奸细呢？你又不能证明，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乱杀人。我说王先生啊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正跟日本人打仗呢，我不毙了他，我留着他，毙了他。东去浪漫的